主办单位，新加坡芬良国事工会代表郭博士，新加坡敬中联谊会蔡会长，马又甲古城敬中协会江会长，印尼棉兰敬中协会何会长，新加坡国际多元文化促进会邱小平，新加坡幸福企业代表，新加坡善济医社卓顺花代表，蔡瑞华先生代表，以及我们世界各地敬中协会四众弟子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德，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今天因缘非常殊胜难得，在新加坡地区啊，马来西亚、印尼、东南亚这个地区的敬中同修啊，以及社会慈善机构、公益团体，大家发心啊，举办2017年岁次丁酉中元祭祖普渡祈福息灾系列法会。那么在这个时间啊，我们主办单位邀请悟道啊，利用这个时间啊，来跟大家啊讲几句话。那么首先啊，我把我们上敬下恭老和尚在今年六月啊发给我们的一份这个欠免的这个开示啊，来跟大家攻读一遍。同月同行的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道歉。净空讲经教学近60年，衷心念念不忘者，为振兴中华传统文化，令绵延不绝于世，令世界消弭战争，恢复安定和平。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乃实现此梦想之绝佳平台，特于今年9月28日之世界和平会议将举行祭祖大典，乃将中华民族数千年之优秀传统搬上国际舞台，为实现此梦想更进一大步，其意义之重大非比寻常，功德亦不可思议。净空孤家寡人，势单力薄，所赖以成事者，为诸位之不离不弃耳。倘诸位不分彼此，和衷共济，所谓家和万事兴，必能成此千秋大业，不枉此生此行。但若彼此猜忌，
不分高下，则非但此事之不能言成也，亦且为负面模样之一物世人视听，过莫甚焉。如何抉择，全在诸位当人耳。谚云：好事多磨，成不我欺。意欲大事，障碍愈大。书此函之意，为提醒大家时时莫忘六和戒，只求我与他人和谐，不求他人与我和谐。倘能如此落实，隔患旧世立身之大业不成。须知竞争、斗争、善争，会带给人类受不尽的灾难。放弃竞争、斗争、善争，会带给人类享不尽的福报。顺诵道业精进，福慧增长，法喜充满，方寿无量。净空何时？2017年6月20日。啊，以上啊，正值我们此地啊办这个祭祖系列。把我们啊净老和尚啊最近勉励我们的话啊在此啊攻读一遍啊，也印出来啊，与我们诸位同修大家共同勉励。